好，今天第三天，我们来到一早来到东福寺。你不要动。东福寺在京都。还要讲？好，好，走。现在导游去买票，等一下准备进去。天气不错哦。他们的国家的人跟地方真的是，台湾应该要好好学习一下。旁边一群学生，啊，学生妹，学生妹，去那边照相啊。他写通天桥哎，我们现在进来的是通天桥，是不是？对，要进来通天桥啊，这是走道。我们这回来回不来这里。嗯。回得来啊，我们走下去，好吧，走下去。小心哦，有一块哦。好。没有。往这边。嗯，然后嘞，这边，哦，这里看看也好漂亮。嗯，这边他进来的门口吧。修炼的地方在对面，这是正殿，然后这里呢？对不对？嗯。修炼在对面，然后那是宝殿，是正殿。这边是正殿，释迦牟尼。然后嘞，这不是吧？这只是一个造型，应该算是个门吧？对，算造型。然后对面是他修炼。嗯。可是都不能参观，只能推坐。那我们绕着那个门这样走过去。Follow me, follow me, follow me。那碎石子不好走。好，你要继续介绍啊。这边是哦，最胜金刚院。嗯。那个。嗯。是他修的。切哦。我们已经绕了一圈。停。